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高一希望先比些，大家较早，咱再去继续过来讲解《易经》心法，大家学《易经》。啊，大家学《易经》呢，做人处事会安心；大家学《易经》呢，修行的路上可见性。啊，俗语有一句话讲：“人生六十啊，不知羞。”等待何时再来游啊？卦象已经第62卦，那接下来人生的过程啊，嘛是等62岁咯。人生六十不知羞啊，等待何时再来游？世间的一切的名，一切的利，哈，一切的财，一切的事业，一切咱的世间的。地位拢是一张，那像云甲花都衰啊，真紧就谢。要有偌济时间好浪费，咱要有偌济时间好互咱去甲吃喝玩乐。实在想起来，咱应该爱心内爱家乡。虽然我是无偌济岁，甲即摆才58岁来讲。我也是感觉人生在过真紧，究竟有偌济58呢？未知数。当时要回去，当时一句气早冻掉了，未喘，未知数。那么咱一个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所追求、所得到是啥物件呢？我相信啊，咱所得到拢是一个经验尔。啊，那么要带回去呢？是啥物件？只有一个烦恼，带动的灵魂的世界；只有一个烦恼，带动的空的世界。世界，世间所有一切名利车住宅啊，一切到尾啊，拢归为空啊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去迄个道场啊，啊，济公哈，济公的这个寺庙啊。常常这公降机啊，伊就来甲提醒众生：空空空空空空啊，财也空啊，车也空啊，住也空啊，名也空啊，利也空啊，身体也空啊。黄泉路上呢不相逢，黄泉路上不相逢，所有一切的世间的代志，到尾拢爱归空，拢是不相逢。那么一旦相逢是咩啥物件呢？第两个物件，第一，咱的佛净土会当相逢；第二，咱的烦恼的因果业报爱相逢啊。所以，即讲即句话，甲咱真心的提醒：空空空空空空啊！财也空，车也空，名也空，利也空，住也空啊！哈，黄泉路上不相逢啊！听起来是心内无限的感慨。虽然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所追求是啥？追求一个心安。真侪人伫世间挥挥乱来，吼挥挥乱做，做恶做毒啊！听有讲，即个要死要清杀杀的时，还是白到要死的时啊，即来怨叹无路用。以后一生生世世做有做咩？地狱道、三恶道一定爱轮回，轮回甲业报行甲煞，你才有可能重新做人啊！所以咱人伫世间爱好啊珍惜，尤其咱啊食到60岁以上的下国的菩萨，咱大家啊爱好好啊注意。那就得过一个奈何桥，头前所拄到的是奈何桥啊！啊，那么人生这么久，有的人说，我要有几十年的人生，要好好活咧，好好享受咧，未知数。
那像九是一日跌宕，真济，哈，真济人，咱的信徒啊，后平常时啊，人啊，好念佛啦，创啥啦，哎，老师无用啦，我手恁都袂赴啊，我咧跋都袂赴啊，哎哟，迄拢假啦，哎哟，哎，跌宕开始啊，跌了半身不遂，跌了一命呜呼哀哉，跌了说要死啊，毋死，要活啊，毋活，才来怨叹啊，各位。十方甚至说，好、啊，咱伫世间天理昭昭，啊，一切是非常的公平，非常的平等。所以咱人伫世间啊，日常生活中间啊，咱就爱战战兢兢，咱毋通涣散，咱爱遵守着诚信。好、啊，咱若有诚信呢，那我相信咱人会过真好过。好、啊，那么。咱现在咧来看这个经文，哈、啊，随着节日甚至高寿是一丈夫，有其信者必行之，高寿是一小过，小过或者雷山小过。好、啊，咱有节制，咱有理性，咱的诚信的心，哈、啊，心中的诚信时时咱。日常生活提出来用，大家才好斗阵，大家会当互相相信，以诚信做咱的生命的一把大帕钉。那么咱人伫世间一定过着真正安心，过着心安。那无这，咱一定过着惊惊吓吓，惊惊吓吓，叫做雷山小过。雷山小过就是咱是过独木桥，过奈何桥啊。咱无成无信者，咱过奈何桥，小可无注意就跋咧万丈深渊，搁咧十八地狱。所有一切的苦，爱自己承受，别人无法度甲咱代替啊。所以咱人伫世间，吼，食到最后来啦，爱愈内行诚信，因为咱无遐侪时间好，互咱去内行诚信，即、這个非常。这叫做欢喜心，因为诚信，哈，因为节制诚信，得到互相的相信赖，互相的相共信，互相的相尊敬。咱要有这个机会嘛，无这啊，咱有剩有去讲好正，有偌济时间，互咱去履行着诚信，啊，这个果。哈、哦，社会整个大概有形有信，这个这么安和安详的社会啊，那么个体验到无偌济啊。那么你要体验以后，自己先去做，先去内行的诚信，那一定会真正欢喜，真正心安，感觉真正光明，真正幸福，享受着世间所有的诚信的果。各位十方甚至善，咱有一句俗语在讲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啊。”若是咱一个人一生中间，会当战战兢兢，时时约束家己，时时互家己一个信心，互别人一个信心的时啊，但是咱已经年纪剩无偌济啊时。要阿妈在教啊，咱要去努力去做呢，但是咱所得到的，哈，可能存无偌久。但是咱一个念头、诚信的念头啊，咱所得到欢喜心，往往迄个时阵，咱就会当觉悟，互咱种着菩提道，互咱会开悟。所以啊，诚信啊，咱时时爱做，时时履行，时时去实践。我相信啊，咱的社会上哦，尤其对咱自己的良心、自我扪心无愧，我相信咱死了后咧，一定会上天堂、回净土，咱袂坠落黑暗的地狱啊！各位十方甚至心，咱人伫世间，无论是讲老啊、少年，拢爱修行。咱唔通等啊，到老才要来修行。咱少年年轻的愈爱修行，老的更加爱修行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少年，咱知影好修行，
修心养性，咱莫骗人，咱莫骗人，咱莫怪人，莫伤害人，莫诽谤人，莫抹黑别人的事啊！我相信咱诚信第一点，咱就做到啊！哈，那么咱安尼呢？咱得到大众甲咱支持，一切的阻力会甲咱支持。我相信咱的人生会过得感觉真正圆满，啊，过得真正幸福。过来呢，咱爱听经闻法，咱尤其年纪老来，吼、哦，少年的更加需要听圣贤所开示的经，听高僧大德所开示的经。安尼呢，咱会当互咱减少到无明的烦恼，会当互咱减少到真济作恶业，会当互咱减少到爱护因果，后摆呢，因因果果灭煞。那安尼呢，咱。那时时会当内行着诚信的，我相信的，咱无烦恼，一定会真幸福。今日孙啊，嘛会幸福，嘛心拢会开朗啊。若是讲咱一个人啊，吼、哦、是这个诚信，毋知影好修心养性的事啊，我相信的，咱的今日孙啊，嘛会感觉见效，咱家己嘛歹势啊。所以经呢，甲咱开始。咱呐、啊，即、这个叫做哈，政治、心智、高手是一重夫，哈、啊，尤其身者，尤其身者必行之啊。咱对即个行身者，咱爱去做，咱毋通，哈、啊，感觉啊，无要紧啦，清清菜菜啦，我凊彩讲两句，恁兜你莫甲听倒啊啦，错去啊，真济人即个歹习惯，所以咱用啊，爱多念佛。念经，也是有时间啊去听日了法师讲经，也是去听牧师，吼、哦、啊，等等咧，甲咱开始，我相信咱的人生也非常的快乐。尤其咧，咱的礼拜日，咱天主教、基督教设这礼拜上好，星期日或者礼拜日，跟那迄个星期日咧，咱就去礼拜，礼啥？礼敬十方，礼神去拜神，拜神拜佛。好，咱呐，大家啦，礼拜日，咱除了去修、看佚佗以外咧，我建议大家咧，都拜神拜佛，啊，会当互咱心灵会不安呐，会当减少着真正不安呐。若是讲啊，我即、这个诚信，我这诚信咧。过未来是如何，我如何啊？叫我都做个诚信呢？那么咱接一个卦象啊，甲咱开始学做雷山小果的时啊，雷山小果雷伫山顶在讲，哈，劈子就过啊嘛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上进下进，小有贵多。咱一个人要实现咱的诚信，拢一个小小的贵多。哈、啊，咱要实践这诚信，会感觉真正艰苦做，但是咱所得到的果是非常的甜，哈、啊，非常的完美。那么雷山小果就是这种过独木桥之乡，过独木桥，咱爱注意战战兢兢。那么你行诚信，行诚信呢，咱就直去直行去做的话。你免顾别人，你若过一个独木桥咧，你看下看下，哎呦，遐钱薄一薄咧啊，死翘翘。所以咱们内行一个诚信，诶，真了都，咱的宗旨是啊，咱一定爱像过独木桥咧，咱在看头就直做，你免管别人，别人哎呀，这人安怎，你免管咧，因为遐是你的魔掌。所以，咱嘛例行行善，要做好代志，做善事啊，咱一定边啊会一寡妖魔鬼怪，会咬人的嘴，甲你讲风凉话。哎呀，这人礼拜落去，礼拜日就去礼拜啦，去听啥啦，啊去阮那佚佗来，啉酒唔偌好。爱注意啊，咱的目标，我的人生是我的，生生世世是我的人生，我该做行善，会工过我去做。边啊讲讲恁兜个，我因为我要达到我愿望，诚信对自己良心负责。所以有个人啊吼，去参加真济功德会，啊有个人啊边啊就甲笑，哎哟啊无彩钱啦，迄、那个功德会后摆安怎啦？迄、那个功德会钱拢贪去啊，创啥？事实有影无安尼？
结果边个魔杖妖魔鬼怪讲话，甲你扰乱。结果咧，你得行啊，莫一想咧，你管别人。所以咱要做善事，做好事，做好代志，讲好话，行好路，咱是家己去行，毋是别人替咱行。咱行到目的地是咱的，摆一卡嘛是咱的。所以咱好代志，咱得做。咱去听经闻法，咱就尽量去听经。咱念佛，咱就归心去念佛。好啊，念佛，咱免管别人讲话你安怎。尤其咱上年纪的人，老大人啊，爱注意世间，要无几年好咱食。咱啊，现在啦，毋收啦，等待好势再来游咧。咱若无好好把握这好机会，毋知好好去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啊，吼、哦！你当时才有机会念佛，死去袂念啊啦。吼、哦，等下人念佛，你会照病咧。妄念一大堆，去念哪有可能有功德互你咧？所以一切功德，爱靠家己啊，毋是靠别人。各位受访神知识，咱伫世间要做好代志，上无简单做；啊，要讲好话无简单讲；啊，要行好路无简单行。因为咱的福报、福分较薄，哈、啊，魔障重重，障碍重重，风风雨雨的是非一大堆，会扰乱着咱的心。那么咱人世间在行，咱时时都爱认为我在行路，就是行在独木桥面顶，一个在独一半的桥面顶，咱爱向前行，哈、啊，咱爱真正小心，哈、啊。那么至于咱行呢？经内底有甲咱开始，哈、啊，也是当时这初熬，这基础初熬。应知影修炼，不可控好高骛远，毋是在袂使控高。咱人啊，伫行独木桥诶时啊，爱说咧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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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伫行，咪无看头前，我都撞去，撞去卜就摔落呀。这一定诶，咱做事业嘛共款，咱若知影修炼。爱一卡步，一卡步，一卡步，一百五，缓行，缓行。咱袂好高骛远，卖聊聊想哇，我要赚大钱啦，我公司要甲人比一下啦，要甲谁比一下？我一定要做比他大金啦，赚较侪钱啦，我敢要吃较侪啦，讲吃较大金啊。结果你家己卡无咧卡床，食咧泻药，跋落去啊。所以咱爱一卡步，一卡步，一卡步行，咱袂用下大步，你下咧一定会跋咧。应知收敛，哈，袂使咧好高骛远，好一脚要用飞，用跳过，咱无咧困难。咱一脚步，小脚步，小脚步，你行无代志，你做好无扑就摔落啊！甲咱开始咧，第二熬，哈。啊，第六在消极方面啊，消极过度，虽然袂当发挥积极嘅功用啊，但容易有益。咱要履行诚信，无简单做。哈、啊，咱要履行这个诚信啊，确实爱一段的功夫、甲耐心、智慧，爱甲实现这德行。虽然咱要履行诚信，我恁大家拢无信用，你要来做有信用的行规，讲有信用的话、奉信的话呢？但是啊，消极方面啊。你讲啊，三，那是真歹行，真歹过，哈啊，但未当发挥你的积极功能。哎呦，慢慢做，要当时好呀，慢慢做，当时赚遮侪钱，错误去啊。咱一步一步一步行，有一句话，兔啊，甲牛在遭受辱的时啊，结果兔啊，哈，较干巧。吼、哦，一脚都要先撞去，结果先困饱才要起来，已经骨行到位啊。所以骨就是咱一脚步、一脚步、一脚步、一脚步啊。咱爱学习骨的精神甲耐力，咱安成功一定属于咱的，而且有益。咱若控股，吼、哦，一脚都要飞上天，食三无三杯应才要飞上天。啊，无咧智慧，你就讲要做大事业，哈、哦。咱无咧才能，我要做大事业。哪有可能的代志？一卡步，一卡印，一卡步，一卡印。咱李总统先生啊，哈，甲咱开始全面，咱一卡步，一卡印，一卡步，一卡印，这是真理咧。
千真万确的，这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真理啊！但是我那要当时啊才会趁钱，当时才会成功。所以往往成功拢一骹步一骹印的成功，败嘞拢一届控股，一届要赔到月，赔到死翘翘，造成社会遐尼一乱象，共倒遐侪钱，怪遐侪钱，乌遐侪钱，怪遐侪钱的，互人家庭不宁一大堆，你结果付了什么？成果呢？付着恶果啊！爱落十八地狱，生生世世做牛做马，安尼拖来行；啊是做牛做马，哄抬做猪做狗做些猫，哄抬来行，才我得行才济。所以爱注意啊，咱一骹步一骹印，一骹步一骹印，咱三顿食偌济，得一心安上要紧。过来第三个，我甲咱开始。哈，健身未过分啊，都可以防止。哈，如果扩张，哈，都会被杀害危险，个应当明辨。咱健身都未过分啊，健健身身，绝对未过分，免惊。哈，而且会当防止跌落坑坎，跌落跤骹。哈，若是讲咱扩张，哈，你个关节甲你一个劈。若是讲好，我就真牛。就是咱的心，原来的心都是一骹步一骹印的心，毋是讲哦，我奇奇怪怪，我这做到表面遐好看，认为我家己上敖，结果咧，都有被杀害的危险，不但咱的性命会受到伤害，咱的福分会受到伤害，啥伤害？家己伤害家己，家己杀害家己，何什么杀害？贪嗔痴啊，熬贪熬生气，无智慧会互这杀害去啊！看落去严讲，所以这个甲咱杀害，这个小人拢对咱身躯边，对咱心内真脑海内，所以爱真注意，所以应该爱明辨。好，过来呢，第四熬，刚加柔，贵加念，必须因应变通，未使固执，该硬就硬。该柔就柔，硬就是我意志，保持我的意志。硬柔呢，一拍靠一卡步一卡因为柔。咱若歹做受过分，咱也需要修炼的。那么因缘变通，咱袂使咧固执，你若固执，一定会跋咧坎坎。过来当戆猴，戆猴者，过度的强求，不足以成大事。咱真侪人过度的强求，强求我一定要成功，一直赚大钱，一直创啥？结果拢不成大事啦，看现现的，尻川几根毛，搁在在嘞，过来人熬啊，人熬嘞，就是讲极端的过度，必然招致灾祸。咱一个人想过硬，好计划一道，你砰砰砰砰砰嘞，后壁人对袂着，好，我感觉真中意，后壁人对袂着，结果家己先跋咧坑坎死，安尼死你嘛毋知。所以咱人啊，这个易经的命法，确实是咱的老师。伫世间是一部经，我发觉会当互咱做甲问心无愧，互咱袂坠入黑暗地狱的一条路咧。易经心法，易经这部经啊，会当互咱真真正正做甲问心无愧，会当光明幸福的境地啊。今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